竟是家中最年幼的妹妹，引人注意的是，近日她透过社群发文透露自己已经满19岁了。照片中可以看见她留着一头仙气十足的长发，并在头发上系上可爱的缎带，身上穿着一件浅色的细肩短马甲洋装，相当映衬出她白皙的肌肤呢。贴文一出，也吸引不少演艺圈好友线上祝福，纷纷表示太漂亮了啦，生日快乐啊！此外，有网友表示，时间过好快啊，弟弟竟然已经19岁了。事实上，他在2021年在当家主母饰演丫鬟，并正式出道，当时更迅速在当地打开知名度，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期待他后续的发展呢。Bye.